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12月份英语的记忆口诀。January 的 JAN 本身就是 January 的缩写。February 是二月份。FEB 这个字 February 本身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February 这个人。March 不只是 March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可以把 March 这个字假设为一个台车指。April 这个单字呢四月份，APR 是它的缩写。阿伯有没有很像那个台语的发音？阿伯，May 五月，MAY 本身小写还可以翻或许可能。那 MAY 这个单字哦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 May Day 五月天这个单字。那 May 这个字呢，很像台语的秀妹的 May。就是那个救护车啾啾啾啾啾的声音。July，就像台语的就来了，有没有？七月份台风就来了。August，Ghost，因为国历八月呢，常常是农历七月份，所以很容易看到 Ghost。新的小孩子遇到色杯，September 色天婆，October 阿土伯，November No No Man 不 man 的人，November No Man Boy December D December 第三波，家中排行榜三，或者是第三位，台语的第三。故事的内容呢，大概呢是描述呢我们 January 跟 February 的姐妹，有一天呢，她们开着 March，那呢在路上呢开车时不小心撞到一个 Apple，那呢三个人呢就在那个路上修眉，那警车就来了，那啾啾啾啾啾，那后来呢就有一群人来把他们拉开，带去医院做检查。那带去医院的时候呢，三个人呢就在医院里面，哦，Ghost。真的是太可怕了哈，在医院里面看到了鬼，然后呢，三个人就晕过去了。那我们的 September、October、November and December 就赶快来到医院来看那个 Apple。